松园子古民居修缮保护项目总投资4500万元，对12处院落、39座建筑进行修缮保护。项目占地总面积6237平方米，建筑总面积2670平方米，工程总共分为2期进行。松园子古民居修缮保护项目始终秉承保护传承、创新发展的理念，结合古建筑的风貌特色，修旧如旧，留住形，守住魂，全力打造集居住、休闲、特色产品、网红餐饮以及生活配套于一体的主题街区。我们将进一步弘扬潍坊传统文化，展现非遗魅力，让这里也成为年轻一族潮流网红的打卡圣地，从而带动潍城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。